殊荣，然后可以有这样的因缘牵这个线，看到这么大的阵仗，这么样的温馨的场面，让我倍感到非常的荣耀。然后再受我们资料县长颁发的这个县政顾问的证书，对我来讲更是一份除了肯定以外的责任。我也是宜兰的县民啊，也是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吃宜兰的米，喝宜兰的水，我很骄傲我是宜兰人。所以呢，我常常虽然远在上海二十几年的时间，我很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是宜兰人。我要说我是宜兰人，他就会告诉我宜兰产什么呢？宜兰产美女。大家从我的脸上跟形象上可以看出来，我一直坚持宜兰的形象。宜兰的不管我们女性或者是男性啊，其实都是属于真的是怕表奶超不喜摘。二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大陆累积了很多的资源，第一想要回馈的，想要回报的是我的家乡。记得在算童年时候吧，起码二十岁以前，我住在离海最近的地方，就是宜兰的头城。每当到了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吃完饭全家都会到楼顶上去聊聊今天做些什么，不管是读书工作等等，一家和乐融融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顶楼聊着聊着就睡觉了，看着天上满天的星斗，然后指着北斗星在哪里。早上呢起床的时候，宜兰不用闹钟，在夏季时候呢凌晨4:50